好久不见，大家，我是秘境猎人。那呢，已经前一阵子都在忙呢电影的宣传，《妈我阿荣》的宣传期，所以呢一直都没有来野外，然后也很少拍节目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表演需要精进，所以后来又去上表演班，还有在筹备一本新书。这本新书呢是有关于秘境台湾旅游的一本写真书。那呢这本书呢也在10月22号就上架了，在各大的书店就可以买得到。所以呢在10月22号之后呢，我又开始忙了，忙了一些节目的录制啊等等拍摄的东西。但是今天刚好偷闲了2天，我终于可以出来野一下。冬天到了嘛，就要泡野溪温泉。那今天我们要去太钢野溪温泉，希望呢可以来一个豪华一点的野营体验。那今天苏格登呢送我了一个礼物，苏格登呢送我了一支好酒和一些露营的装备，有福同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好酒就要跟好朋友分享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去野溪温泉野营，然后呢喝一点小酒小酌一下。好 ，Go， 话不多说，走了。好，太钢温泉呢，一开始呢就是走这个吊桥，然后走吊桥之后呢，会经过一些农舍，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走。尖石乡山区已经从2006年11月起免申请入山许可证，请大家自行留意天气状况和自身安全哦。关注我 IG 的人呢，应该很常看到俊瑶这个人。认识那么久，你是第一次上我的频道，哇、哦，是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以前都只是爬一下山，没有真的去露营。对啊。对，这次就是真的有装备齐全。今天你第一次上这节目就来一个非常 hardcore 的，还蛮重的嘛。哇，跟忍者龟一样。对啊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哎、欸，就是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到农舍了。那我们在那个网络上有查一点功课，好像就是那个63，通西63号这边取左，然后会找到一个往竹林路的岔路，好像。刘娜呢，她潜遍这个全世界，水肺高手。然后她之前听她跟我分享她看大赤鲸的经验呢，我觉得非常的羡慕。所以呢，她，哎呦哎呦，我正想要 cue 你，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。就台湾的秘境，我带你去啊。那国外的这个海外潜水，你可不可以当向导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看你要。刘娜，你的那个潜水资历几年了？今年第10年。哇，那气瓶应该无数只数不清了吧？我出道的比较早而已。谦虚谦虚。啊，他背了15公斤之外，然后手上还拿着苏格登。这是我的命。哦，这是你的命啊。今天是为了他。OK OK， 苏格，今天是为了苏格登来的。好好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最重要的圣火。没错。其实走在这竹林里面还算蛮凉爽的，虽然外面很热，但山里面应该晚上呢会温度骤降很多，所以应该晚上还是可以适合泡温泉的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出发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好像到了那个三岔路了，但是应该只有2岔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就是封起来，应该比较危险，所以呢，我们取下切到西边的路，走这边。目前还累吗？这记者脸好吗？一直又一直的开心。嗯，蛮尴尬的笑容。还累吗？不会太累。哇，还可以拿哦，哇，厉害厉害，算偏轻松。可以可以。累吗？对，在镜头面前说不要累，不累，不累嘛，不累，都不累，都不累，真的不累嘛，对不对？慢慢走就好。你真想录我跌倒？你一定是想录我跌倒。那点一下。虽然我不会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就偏厉害啊。哦，有在练。专业。跑2次半马的男人。探险家，你今天超像《侏罗纪公园》的侏罗纪公园那个吗？小蓝，你的小蓝呢？我的小蓝，啊、那边来一个主题曲吧。有像。走一点点的下切路呢，就可以到达西边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呢，会沿着西走到太钢野溪温泉。
这边呢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岩层岩脉。太钢溪谷属于变质的岩层，曲折节理的硬叶岩相当的特别，就像被挖土机刮过的感觉，形成一条条细长的纹理。溪谷两旁是翠绿的山峦，潺潺的溪水流经溪谷间，巧遇落叶纷飞的景象，走在这里真的有让人愉悦的感觉。好期待能够赶快抵达温泉野营地啊！今天呢，非常的谢谢苏格登呢送我一支好酒 Glen Old 15年，然后呢，今天呢我们就要到我们的野营点，好好的来小酌一下。好，沿路都有箭头指示，非常的方便。刘娜还没碰水哦。是的。哇，厉害！吉娃也还没碰水哦。当然。哇塞！长腿叔叔。是不是？波尔叔叔，大家好，我今天一个波尔，我今天戴隐形眼镜。好，我们呢现在呢要走到再上游一点，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，就是要小小斜坡攀，然后甚至溯溪的部分。好，所以我的威士忌已经上包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我们就好好的去营地扎营喽。哎，走吧。这里就要过水，没办法。哦，好滑哦，腿够长吧？够吧，要吧。好心凉，好心凉，好可以啊！就在等这个画面。是这边很滑，知道。哎，怎么？来来，侧面。我会很湿。等一下，不是啊，还好。你刚刚要说一下吧。刘娜姐找到解套了。解套哦，现在水到腰了，上身了，到我的腰了，所以可能我的大腿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拜拜，小心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要快要到温泉的地方了，然后等一下会溯溪，甚至会及腰，刚刚有路人讲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把登山杖拿出来，过溪比较安全，去探路，然后也支撑你自己的重量。可以吗？有踩到吗？好，踩着，好，很好。OK， 不能跌倒。OK， 4万多块，5万多块。哎，是。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找腹地，找一个适合我们搭山顶帐篷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呢要趁天黑前呢，先来泡一波。哇哇哇！那个太阳，那个阳光这样洒下来，整片山林分明又有层次。太钢温泉为偏碱性的碳酸氢钠泉，有着淡淡的硫磺青味道，温度大约在40度左右，非常适合浸泡。而温泉的路头就在营地旁边，真的是太爽了。我们就在这边边玩边泡边拍照，舒适啊！好，我们刚刚泡完那个温泉呢，就是。直接顺应的刚刚那个报道，就是防老人痴呆嘛，就哇哇有吗？好爽啊！然后等一下再来泡那个温泉，真的就是三温暖的感觉，让肌肤更紧致一点，不错。天然的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现在呢，我们要趁着太阳下山前呢，先把我们的露营设备装备所有都搭好，这样在天黑之前呢把它弄好之后比较方便，比较安全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走。现在呢是6点多，山谷里面呢已经变得非常的漆黑，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欠缺柴火。今天呢还有2个神秘的人物，我以为他们不来了，终于在现在完全漆黑的状态，他们远远的叫了我的名字。我们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呢？
南。有准啊！认识我基南的就知道，太我 always 迟到，但我不会不到。喂。小心小心！哎呀，我们神秘人物基南终于在晚上这时候到了，还有一存。哇，哎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困扰，就是我们那边柴火不够。然后我们你身上有生火的东西吗？有，反正好，那我们先扎营再说好了。好的，看镜头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现在要去做男人。从自古以来就要做的事情，哦，真的哎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因为缺柴火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回去原本的竹林路那边呢砍柴，然后带了一些空袋子。对，但是呢，这沿路是完全没有灯，然后要过一次溪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有自备头灯，然后要小心。希望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刺激的插曲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交给你的技能，好刺激哦，嗅觉很灵敏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很刺激耶，晚上这样子拍，好冒险频道的感觉。技能这是什么？这叫做斯文豪斯青蛙，它的背上呢就是有这种绿色的光的。技能，我们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一只叫做红斑蛇，它是非保育类的蛇类。没有毒性，然后它常常呢，因为身上有很多这种斑点，看似台湾的六大毒蛇之一龟壳花，所以它常常被打死。它在受惊吓的时候啊，它的泄殖腔会发出一种很像鱼腥味的臭味。它是相对温驯的蛇类啊，然后这个是差不多它的是中型体型，它最大可以长到100多公分。我们又回到刚刚的小走道区了，继续去找柴。其实就有很多枯掉，然后。倒在这边的，就地取材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收集完木材了。大工程，大工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要回去了。其实还蛮疗愈的，砍柴，收集柴木的感觉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赶快回去，他们在等我们。看到吗？那边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，我们真的遇到了青竹丝。青竹丝很毒，其实它是台湾六大毒蛇之一。它最常攻击人，是因为人家在经过的时候无意间去触碰到它，就会发动攻击。那其实青竹丝是台湾六大毒蛇里面的致死率是最低的，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害怕。如果真的被咬到的话，就是赶快送医就好。对，就是相对的没那么严重了。但是迎接我们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生火。那呢，为了环境的安全，也为了环境的永续，我们用焚火台比较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把这些收集好的木材，然后叠上去，就可以比较好看，也可以烧得比较旺。格宿露营，格宿露营的感觉。我大一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看苏格登送我的这个豪华野营组里面有什么东西哦。苏格登 Glen Oak 15年嘛，还有木毡盘，哇，这个很实，很好的木头。等一下上面就放我们的咸猪肉跟牛排，还有哇，这个可以放小零嘴，这个小木碗，还有这个好像是手机的扬声器，蛮有质感的，搞不好还可以放盘子。还有我最爱的这个 Snow Pink 的这两个钛杯。钛是我们露营工具里面算是最好的金属，超赞超赞。还有啊，好贴心哦！你看这个很有质感的皮质吊牌，然后上面有刻我的名字“开旭”。感谢苏格登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好好来布置一下我们的豪华野营餐吧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这个苏格登的 Glen Oak 15年。我现在要来开这啤酒。期待，等一下搭配我们的晚餐，会有牛排、咸猪肉，各种。开酒 ，Cheers！ 豪华野营大成功！ Yeah！